下午4点嘛，我往回走，不是树上有两只熊，一只大一只小，它看到我就扑上咬我嘛，我就往下跑，边跑它叫唤，我也叫唤嘛，它已经见我一把抓上，我就跑衣裳扯脱有。当时就说不枪改掉，说也许被它咬死，万一跳下去，我们半不死了，就是命大了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